哥，咱这吃啥去？哥，今天？咱今天去干嘛？带你去吃个盒子，你脸还大了盒子。哦，大盒子。对，然后现在天外边太热，咱在那儿看人做好了，咱们带回去吃。行了，哥，走。走着。放三就好，放五个就好了。哎，放太多，太多了，它都包上了，烫。别打了，打了它就烫出来。来，好嘞，一扣就行了。啊，还有一扣就行。15点，15了。这几脚的是个活啊？洗脚的，这个不是洗脚的快。哎，一包就可以。咱们家老太太包饺子也厉害。是啊。俺老太太好吃饺子，为嘛单独要份饺子？嗯。然后她好吃，那盒子都是油炸出来的。或者别的。饺子还就是得加长一点。外边好多这个开饺子店的都没有咱自个儿家包的饺子。哎，他没不拿门儿。对。他们便宜吃饺子的拿包的都没有。我吃腻了饺子，您到我这儿就干儿打我了。我在小孩儿那边儿，等于是那岁数儿，他们这儿吃了。哟，真是麻麻味儿啊！他这饺子怎么那么好味儿呢？我就香。对，首先他家里他味道不复杂，对吧？对的，饭店里人家做饭嘛，人家家里他花生花椒多。对，所以说他味道，他味儿，对他味儿可能更丰富。但是家里的味道比较单一，但是就是单一的一个味道，你外边比不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这个大年三十的饺子，跟网上跟别的饺子都不一样。大年三十的饺子是隔夜饺子，它什么？它的味道啊，他妈还特殊。开饭了！等时间长了。来，我这个。还是热火起来。它没那么多油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吃那油大的了。它是边儿得放上正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咱们炸鸡蛋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油浑一点的，就是，
你不爱吃回家吧。嗯，小这个饺子就饺子吃了，我吃了。嗯，啥呀？啥呀？哇、哦，好胖！确实好吃，就是烫。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。没有。嗯，这也好吃。太热，他那屋子太热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后有这种店多跟我说一说，咱多去吃一吃。这玩意儿你也能吃。以后弄点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牛不吃。这都是私房地方，诚信难的不是肉啊。哼。他那小菜里也刚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啊。我拍了拍菜单，这么。最贵才40来块，什么粉条炖咸鱼啊，但是得提前订。我不吃了，嫂子。来一个。这么快就饱了？哇，土鸡凉了。嗯，这个凉皮好吃、啊，没什么好吃、啊。哇，吃不了凉凉，这家伙，我也吃不了。嗯，这个不是那个新鲜的吗？肯定，那是剩的，这是现烙的。这个你要剩的干嘛呢？我是给他熬点儿就行了，怕我怕你不够吃。我看你血量不大，你知道吗？看人家儿媳妇了，不是吧？儿媳妇比你长得不丑。其实我在想，你说老铁们看光只能看得见也吃不着，那不馋吗？把地址给推荐过去，买单的时候记猴哥账行了。记我账有屁用？人不认识我。行了，家人们，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，感谢老铁们支持。咱们下期再见，下期再带你们尝尝衡水的。还有什么别的好吃的？嗯，梁远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上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猪肉卷儿，感觉非常棒。今天啊，咱们也给他一比一复刻一个。废话不说，咱们开整。我去，老铁们看。我准备了一块猪肉，先给它修一下边，把这两边给它去掉，把它修整形。它从中间喝开，拉的不是很均匀，老铁们，凑合着吧。然后咱们现在先给这个猪肉改上十字花刀。撒盐，涂抹均匀，加入黑胡椒，涂抹均匀，咱们再来个烧烤料，
孜然粉、辣椒粉、芝麻、小茴香、百里香、迷迭香，把调好的烧烤料咱们撒到肉上，我把它卷成卷儿，老铁们。好了，铁们，咱们肉就绑好了。然后在肉上面咱们打点小眼儿，肉面咱们再撒上点盐，老铁们上下火，咱们给它烤三个半小时。谢谢奈子啊。好了，你们出锅喽！哇塞，哇，火有点大。哇塞，都烤黑了，火有点太大了。然后咱们把这个糊的这个给它刮掉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老铁们。咱们先拉一块儿，切一块。哇塞！老铁们，你看看里边，里边温度还很高，你看了吗？哇塞！这空空冒雨。再来一块，在这儿。哇，有点像那种油炸，我看老铁们这儿，这会儿不我有用啊，啊，老铁们看，这里边这个油脂啊，都已经烤酥了。哇！起飞了。哇，太爆炸了，太脆，真的是太脆了。吃的脆吧，脆，出皮。我这个口味其实相当挑剔，一点都不腻，特别脆，香脆成脆的。
大橙子，大橙子都流口水了。大橙子，哇塞，真的是香，不是一般的香。这皮是真好吃，脆皮。这什么还耍的？这是五花肉，我比吃红烧肉还过瘾呢！我的天，我就想吃这皮。这调料调的可以啊。拿一点。哇，这个什么呀，这个肉啊到嘴里后啊瞬间就化了，你根本就不用咀嚼，然后呢这个调料的味道啊充分的散发出来，而且哎呀特别特别棒，这个味道太香了，顶不住啊。哎呀，来吧成哥，来来成哥，你来一块，你来我点那块太瘦了，就得瘦的，肥的不行，不行，来块肥的，来这来一块，来来来，是不是一进嘴就化了？啊，还是挺瘦，没啥肥的。啊，吃一口吃一口，两天有点有葱了。对啊，一会儿啊，你主力啊，你得你弄了，行不行？你还摇头？好嘞，好嘞，五花肉卷啊，做的其实啊还算成功，就是咱们表面火候掌握不好。因为个人每家每户的烤箱啊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今天咱们烤的火烧有点大，但是呢总的来说味道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成功，老铁们也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，再见。蛇似的看着，光是看着脑袋，嗯，很疼啊，他咬一下就挺疼。利益吧，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老铁们怎么样？今天咱们来整鸵鸟，老板现在已经给咱们挑好了，现在帮咱们准备处理一下。这个场面有点血腥，咱们就不看了，一会儿咱们把它带回家。水猴子说，看。老铁们，这个什么，我要把这鸵鸟咱们分解开了，然后有两条腿，然后还有点腿肉，其他地方肉比较少，分割完了以后，我感觉这个东西有点腥味有点大，所以说我也没吃过这个东西，然后网上我找教程也没怎么找到，咱们就把一会儿拿奥尔良腌了它，腌了它以后上锅烤，咱们今天就不葱姜料酒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它这个肉啊，很瘦，没什么油脂，所以说咱们多放点油。
汁儿非常多。等等啊，行，咱们走，同学们，咱们把鸵鸟腿啊改成刀，整个事儿腌一下。咱们弄点烧火酱，腌一下。咱们再穿上点大串儿。你这辈子不见得吃了几回这玩意儿。一般人，你说一般人，一般人一辈子见这玩意儿很少见。其实动物园也是，人饲养。你看咱们弄个鳄鱼去。鳄鱼这玩意儿，这个得好好找找，得必须有许可证的。你不说它是鸵鸟肉，谁也不知道，这玩意儿就跟牛肉一样一样的。嗯。鸵鸟腿放入烤箱当中，咱们先烤两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后咱们给它翻翻个就可以了。东风，照一下。西风，照一下。南风告一个，太脆了，不是？嘿，北风都没告一个，过分了。告上开花，你尝吧。半个小时了，咱们给它翻个过。老铁们，咱们已经烤了两个多小时了，然后。把锡纸拉开，好像咱们再烤一下这个表皮，把这个表皮烤成脆皮。我来一块，你数你馋了吗？你说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。再给我尝一点。是吧，好。就你叫下货呀，大哥，我叫上漂。来吧，我们的新朋友，来给你弄一块吧。你想吃什么样的？没有肥的。来，我看着给你拿了。接下手啊，下手。弄点酱。尝尝，尝尝，尝尝。我老脚是肉柴，知道吗？怕你烫着。我给你拿着。在这儿拉一会儿，这块这上面这个干。哇，小烫。串来了，拿酒喝点吧，大哥。喝点。还是咱们胖猴子酒，来。酒不累，你看这酒花。啥都不累，待会儿。别别点儿，来一块儿去。这个跟鹏哥也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喝过酒，来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别客气，咱什么来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，是吧？好多年都没见了，你像我这也不经常回来，是吧？哎，东北，你现在哪？湖北，
我去湖北。就咱那买房了吧？是这样。还有啊，工程在那上班。我知道。工程单位。我走了你也撤。你大老板就上别地方。这个地方好几年了吧？去年。我记得前几年你好像就在外边。前几年在浙江吧？前几年在杭州。哦。反正我记得你是老在外边跑着，一直在外边。哎，不着家，哎，也好，多挣点钱，养家糊口嘛。这也没办法，饿得慌。这个东西啊，但是咱平常吃不着这个玩意儿，还真不如说给我块猪肉，给我大肘子吃过瘾。连吃。这是个啥呀？废物！其实那个侯哥，你这是有点真吃不下了。感谢那个侯哥盛情款待，然后那个，对，我看你也没怎么吃，真吃不动了。真吃不下了，这个，然后这我啊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抱着我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从哪下嘴呢？涛哥，嗯，你该，我捡捡，捡捡啊，这个肉不讲究。你这回归远古时代啊。今天我跟你说，这是腿高肌肉的留的，这家的大棒骨。这你不服，你犯了错误，你看我收拾你。敢告诉姐姐。好了，同学们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天实在是太热了，咱们今天做点简单的，弄点什么，弄个焖面吃。今天的焖面跟以往的焖面不太一样，今天这个焖面具有河南的特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个河南的大厨做，因为太热了，我今天就休息，然后咱们由我谦哥主刀今天，然后他做，我主要就在这凉二。谦哥是河南人，所以说他最后做一个河南焖面，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做的。你就是怕事懒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俺想吃河南焖面，让我做。看这肉，其实今天肉买的稍微有点肥，有点瘦啊，有点瘦。像这有点肥肉，吃焖面是最舒服的。这个豆角有点少，等会咱们再去院子里摘点。这豆角没打药，没打药。你看这虫子咬的，虫子咬的就不要了。这一拔钩吧，就是把它切点烫了。看健康就是热量高嘛，然后就是这个我可以这样说一下，我觉得可以也可以扭转一些力。那抖音开头我就不乱发了，抖音开头我还发我自己的那个，可能发过那个女的。对，咱们等会儿用大锅蒸，所以咱们先把容器先洗一洗。因为今天人比较多，小锅一次蒸不了，蒸的不够吃。对，是咱的小屉布。河南的这个卤面跟别的不一样是啥嘞？这个面条必须生了先蒸一次。这是生面，这是一共要蒸两次，这是蒸第一次，没有菜，先把它给蒸八成熟。好，咱们等着锅里面的水烧开，锅里面水烧开，
把面条往里边一放，第一步就完成了。需要第一步吗？你那个弄好了已经。说句话，一弄。现在把面条上锅里边，往锅上一放。辛苦了。谁让你懒啊？好，上气蒸上十分钟，咱们下边开始准备第二步，炒配菜。咱们开始上锅啊！起火，上油，凉油放肉啊！好，炒十分钟之后，放葱油，放胡椒酱汁。锅蒸就行了，咱把它捞到盆里面，面条马上。他们老师在北京，你看就手腕这样往下沉，手指那块，你看往下沉，挤这儿。咱们现在去整面条。这儿压住五秒，好。一二七，第一遍好了，走。然后把它跟咱们刚才炒好的菜放在一起拌一下，再来第二遍。一二，哎，别自己轻易尝试啊！就这个东西，当时我现在这个面粘在一起了，那把它给摔开。但是收费也不高，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。然后把这个放在这边，把面放进去。气血充盈，看起来挺瘦。然后筷子把它给拌一拌。那个他们这样蘸，让这个面条啊吸收它这个咱们这个汤汁。我把刚才怕是怕我烫了。妈妈，好，再蒸它十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咱们开始起锅了。走，上屋嘞，铁，走着了。有没有在学校食堂的感觉？哎呀，我来了。你过来干嘛？我来了。啊？开饭了，我还不来啊？那要太长了，那你到时候，成不好成。各自找各自的碗，看不来，油多。赶紧夸夸我，快夸夸我！现在你没动，我让你吃饭了。一般啊，继续努力。啊、今天你不准吃。我夸夸你。哎，不行，我也不吃。哎，我还没尝，你尝尝咸蛋怎么样？看我吃块肉。可以，味道确实还可以，不能让它焦糊。吃吧。嗯，味道一般，下回做好吃点的，可以再改进啊。好。就好。等一会儿，我看你吃几碗啊。啊，一碗就行了，那味道一般，不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。呵。我来了。嗯，拿那个大勺。
打脸呗，打脸呗。咋样咋样？嗯，给你点面吧，今天吃点。别给我面子，给我面子干嘛？谢谢。这是可以，味道可以。嗯。妈，会。赶紧吃饭，赶紧。哎，我来个鸡腿就行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吃面就行了。你吃面啊？我来个鸡腿，来个鸡腿，来个鸡腿。你吃面。来个鸡腿，来个鸡腿。赏你了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个鸡是贼好吃。这吃的鸡腿没有灵魂。不吃蒜面。不吃，对于我来说，不吃鸡腿没有灵魂。白的，这个做法相对来说比较麻烦，嗯，但是做出来以后这个面条口感非常棒，嗯，大家如果在家方便的话，可以尝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，再见。Mm-hmm.